能赶紧上动物园把娃子的票告诉客？你嫂嫂不就行了？妈，我嫂，你歇歇，咱我给你把这娃子。怎么样也干出来了？哥，咱妈为点小恩小惠，得心小比比我还好，到底谁才是亲生的？咱妈的问问这样，我人有肉质，我去算他。哟，开车。好吗？妈，你把爱的给买个手表。什么事啊？啊，给小多弄点，我猜的。哎，哥，怎么算？我有点事，等会儿再算。什么事啊？你这么工资不够，恐怕把后天的工资啊这么点太难受了，我就给他打听打听。让他上五八讨套，别聊好工作等你挑。没穿饿了么都比外面吃，都在上班招聘，挑选自己合眼，刚入职员工放心。这是自修师资，把新德国的后岗位实施打印，好工作抢先一步，或者新人都得用五八讨套，上岗费、昨日工费。好，我这样子去看看。哎，我这个事你算了呗，行？咋这么算的？哥，你算了呗，行？哥，我这个事怎么算的多的？